出去就可以打了，就对了。哇，这姿势怎样啊？我靠，巨大哈尾，巨大哈尾，好多人哦，好多人，巴斯等哦，青蛙，巴斯等的青蛙，巴斯等的青蛙。哦，我圣洁戒他还好痛哦，巴斯等的青蛙。哎，青蛙会飞走哎。不是啊，他禁言啊，我靠我靠，他禁言我，他禁言我，不要啊，母汤啊，母汤啊，他禁言我，我不能高智，我不能高智，我不能高智，先买回卷，好，我买回卷，我们去单挑一只怪啦，好不好？我们不要去打人家，哦，巨大雅利安，这是我的，我先拿起来，我先拿起来。不是啊，他会木乃伊的诅咒啊！等一下，他会木乃伊的诅咒！哇靠，哇靠，哇靠！先飞！他会木乃伊的诅咒！等一下，我不知道啊。这边可以瞬移吗？我看一下哦，不能瞬移吗 ？OK。葛林，这个也是魔王吗？这应该不是魔王吧？哎，不是啊，一下来就死了。哦，这边有哇，这个蛇女真的漂亮。OK， 开打。他应该是怕地裂吧？嗯，好，先放这样子好了。高智，可以。这只打得死，这只打得死。看一下这个经验值一只多少啊？我这一只要打好久，哦，七十几万啊！哦，主动的蛇女，来，我接受挑战。还可以，单打的话还可以。左下角的红点，那个是社群的。哦，可以了，还行。哦，他硬起来了，他要死了吗？我来帮他。哦，不是，但他这只是还没开，他是在打卡王啊。哦，这只哈维有点大只。哈维是风属性的嘛？那应该会怕地哦，一只十二叶，哦，要木乃伊。哎，不是啊，木乃伊解不掉。哇，飞，木乃伊解不掉啊。所以说一定要圣洁戒卷啊。 OK， 不是圣洁戒卷啊，圣光卷啊，我们算是还顶得住啦。哦，嘿嘿，我帮你，这只我来，我专业杀蛇。不是啊，卡斯特好像过来了，我不要卡斯特。那卡斯特好像是主动的，那看起来怪怪的。OK， 傻缺，这只是什么东西？哦，它会飞。刚那一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这只，来，哈维王，我接受你的挑战。等一下，我，后面还有卡斯特啦。傻缺，这只骑士80级，防144啊。要求，他那个第三只怪物的舌头一直在那边吐来吐去的，哇，这只真的有够强的哎，两只啊，你顶得住吗？你过半我再补好了，哇，你好像顶不太住。
顶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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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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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蹲您可以吗？哦，可以可以，顶住顶住。我在魔兽世界的时候，我有玩过补奶吗？这种程度的奶，我是觉得 OK 啦，只不过我的魔力有点少。还行还行，顶住顶住。旁边又来一只啊，他的攻击速度是怎样？红变是不是？而且他还戴手套啊，他还戴手套啊。顶不住了顶不住了，冰酸冰酸，别死别死别死，我没水了我没水了，我没不是没抹了，我刚你刚没圣戒了，我硬奶我硬奶 OK， 我回抹我回抹，你加油你加油，圣戒戒哎不是啊，可能好像要走了，你要死了小朋友，你要死了，我们要先回去了，两只不行两只不行，不是啊，这边是哪里，哇哇哇哇哇，怎么那么多只蛇，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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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人比较多一点，你要死啊，你要被毒死啦、啊、你要被毒死啦、啊、小朋友要死咯，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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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有我在，你看他的中毒，我高知一口，他中毒刚好抵消啊，有蛮扯的哎。蛇女是毒嘛，卡斯特是魔风，然后哈维是木乃伊的诅咒。想去看中间区那边母汤啊，这个地图这么大、啊，我们只敢在这边啊，我们只敢在这边啊。要跑了要跑了，后面还有一些怪怪的东西来了。可以吗可以吗，绕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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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绕跑跟绕跑。哎呦这边有人这边有人。OK OK OK。这个警卫是会去打怪的吗，哎、欸、真的那警卫是不是砍一下，哎、欸、没有、欸、那警卫不知道干嘛。你看卡斯特王跟紫变一样的攻速，不知道到底是。他硬起来了他硬起来了。哎、欸、他会死吗，可以吗，韩国人死了去。这是工作室见证吗，工作室见证在这边可以吗，哇死了去。哇今天来这边墓碑到底看了几个了，明明就没有人在打架，但是一直下墓碑一直下墓碑。这地图真的是标准的课长虐怪怪虐虐小玩家这样子。我是卡斯特王，你看我刚刚没有放圣洁戒试试看，结果他马上大爆血。哦，要求要求，见证见证，加油见证加油。这个真的笑死大家看到这么多只跟看到鬼呀、啊！我被封了，我被封了，我被魔封了，金酸金酸金酸，我被魔封了，我被魔封了，我被魔封了。我这个可以解吗？不行，我被魔封了，我被魔封了，死了去！救命啊！好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金酸金酸，那个刚刚那个妖精阵已经阵亡了，他已经阵亡了，已经阵亡了。OK OK OK OK， 我们撤退了，我们撤退了，哇哇哇哇，撤退了，撤退了，撤退了。以后台版开了应该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在门口练就好啦，死掉也不会掉趴啊。这个有点呛哦，这要帮你放圣戒了。
是啊，雀，安内骑士被吃掉了。是啊，雀，真的屠城呢。然后跑了，跑，帮你补一下，帮你补一下。别死，别死，别死！你很有梦想。哦，两只硬吃吗？哎，不是啊，卡斯特王啊！哦，不要跪啊！惨了，我被魔封了。哦，不要跪啊！我被魔封了。给你们吧，白金骑士。我被魔封了，冰酸，冰酸，冰酸。撤退，撤退，撤退！卡斯特王太猛了。这不是新地图啊，这叫做单方面的屠杀吧？哦，他警卫要过去了，帮你加速。跑起来！他都砍一下而已，哎，还是说他一下就死了？砍一下就死了，死了去！我看一下这只会不会死啊啊！死了去！卡斯特王先死了。这 NC 应该可以统计一下这个遗忘之岛的入口处到底每天会累积几个墓碑啊？各种死哎！谢谢收看，记得要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 哦。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小P的消息，欢迎到 Twitch、Facebook、Line at、Gameplex 上面搜寻小P的账号。OK， 那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小P，我们就下次见，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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